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 LP 的 Cajon Pedro y Hanson。那这是一个 shaker，这是 jingle，然后这两个东西呢，后面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夹具，可以夹在，我已经把它装在 Cajon Pedro 这个鼓槌上面，好，这上面。然后呢，本来没有加它的时候，好，原来的 Cajon Pedro 用在 Cajon 上面是这种声音。OK，那我们试试看，假如说我们先加这个 shaker 在上面，这个东西，因为我已经先把这个东西放上去了，所以我这个夹具只要转上去，很轻松的这样子转一下，好，就感觉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今天我不要 shaker 的声音，把它换成 jingle 比较亮点的声音，那就是一样，后面这个一样，这个夹具我们把它夹上去，轻松的转上去，好，就另外一种声音。这就是 LP 很轻松可以放上去的 Cajon Pedro y Hanson。